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100秒。冒险的路上从不缺乏欢声笑语，勇敢的人生从不畏惧困难险阻。我是一个热衷幽默的旅行家，哎，曹宇。你们想象中的旅行可能都是轻松愉快玩耍，又能在社交媒体上晒大片，但其实我每天真实的样子就是等待，等待，还是等待。在机场就适合吃这玩意儿，偶尔还给你来个。本次航班被迫取消，所有。但是其实每次出去旅行，大多数时间都是欢乐的，从我这个笑声就能感受得到。让我们掌声有请幽默旅行家陶宇，他本人。大家好，我是陶宇，然后是一名旅行艺术家。然后呢，大家看我这颜色也能感受到，我刚从新疆回来，新疆那嘎达是真晒呀、啊！我感觉这个场上如果灯光灭了的话，你都找不着人，就看一个西服在上飘着。然后祝大家今天过得愉快，过得开心，吃好喝好玩好。好了，我们有请方哥娜姐。怕影响你吗？不好意思上来，没事没事。嗯，你说吃好喝好，你吃的喝的你没从我家乡带过来吗？嗯，都是咽肚里了。今天这一看，这衣服都能看出来，全装肚里了。那你装肚子里面了，我们怎么吃好喝好啊？哎，大家玩好就行，看好。去新疆也不完全是玩，对吧？对，旅游，然后也拍了一些素材回来。对，边工作边玩，就是说大家传说中羡慕的工作。有没有到维尼娜他们家？去乌鲁木齐了吗？那必呀！哎呀妈，那天刚转机过来的。吃啥了？椒麻鸡。椒麻，哦哟，哦哟，哦哟，那个椒麻鸡，我太好吃了，老香了。没有吃大盘鸡吗？大盘鸡那必须，哎呀，你大盘鸡里的那个面拌面，哎呀，拉条子呢？吃了，还有那个红柳枝大羊肉串。哦哟，好吃的都让你吃了吗？不行，大家再说说，大家都饿了，是吗？大家看这表情，都已经想着急下班的意思了，饿了吧？千万别影响我一会儿的投票啊！大家一会儿就开饭了啊！这种人是不是特别可恨，对不对？讲了那么多吃的，一样没给我们带，反正你们看着办吧，投票来。66票，创造了史上亮相最低，是吧？这个我看这个资料啊，你的身份还有点复杂。他现在是叫自媒体的博主，但是他的大学所学的专业是美声啊，然后后来呢又学了舞蹈啊。美声，这写的是真事吗？是真事。来，我的太阳，来两句。我的太阳那是男高，我是男中。我会那个咱斗牛的那个曲。来，土里子洞里包的里，土里有洞，土里有洞，一宿就乐为宿就特把痛，土里我了土里痛，一起拉姆塔土，土里阿龙，拉姆拉姆塔龙。这个确实听完之后美声是学过啊，但这舞蹈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相信。我觉得是谎报资料，完全纯属谎报资料。哎，听完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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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哦耶，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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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舞，哎，螃蟹舞。读你个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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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怎么来读你个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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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我觉得这是曹宇的问题，今天在台上其实有点忽视你身边的美女主持了。对，有点抢戏，有点抢戏。对，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无论跳成什么样，妮娜都是这个舞台上歌和舞的担当。
本来跳的就不怎么样，但是你跳的比他还不怎么样，他不开心。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曹宇啊，他还是有这样的这个感染力啊，后来成为这个搞笑博主，又拍什么自媒体，他确实无论干嘛，我觉得都是由于他特别会抢戏，所以才成为焦点。是，你特别像台上的某一个人呢、啊。所以今天你们俩要不要比一下，谁在这个台上更会抢戏？哦，可以啊，可以啊。那这样，咱们就来二位都比较擅长的方式，用一段舞蹈，同样的音乐，然后你们俩看谁跳得更抢戏，好不好？好的，好。来。哟，拿出绝活来了，您呢？拼了！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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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拼了我！啊，跳的真棒，妮娜姐。当然了。优秀的就像我们奇志奶粉一样。啊，国家专利。国家专利技术。让爱鲜活如初。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说完了吗？算了，能说点正经吗？算了哥，算了，对不起，对不起。本节目由奇志奶粉冠名播出。其实我觉得跟他一起，虽然刚才合作有点搞笑吧，但是我觉得像这种人一起做朋友，一起去旅游，我觉得非常开心。你在旅游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玩的事情就是我有一首歌我特别的喜欢，然后正好有个契机就是在国内旅行嘛，然后我就看到咱们祖国的很多大好河山呢、啊、都特别的美丽，而且特别适合这首歌，所以我想把就是咱们祖国的很多美景都装到一首歌里面，然后拍一个视频。哦，哪首歌呢？美丽中国。哦，特别的好听，然后我也剪了一小段视频，有，但现在呢就是没剪全，因为有很多地方现在还没有去到。好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小视频。哎，五六七三八，山里起来人富起来，天地间回荡着中国节拍，我们的笑脸映辉风景的色彩，中国有一个新时代，山里起来哇、哦、这个拍的真的好啊，我就看这个曹宇，他每去的一个景点啊，就是单拎出来我觉得都已经很美了，而且这个作品最震撼的就是他可以在每一句甚至一个字他剪辑都是一个画面，所以这是工作起来的激情，也是一种敬业的体现啊，很好。对，我也想宣传一下，就是在这个当下，其实不必要非得去到国外的哪个景色特别的好看，咱们祖国都有很多壮丽山河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啊，我想说的好像就这些。没错。好，刚才这个作品让我感触很深啊，你看这个伴随着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旋律，然后选择我们祖国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景点，看起来非常震撼。唯一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缺了一个重要的景点，黄金舞台。哎呀妈呀，没错，不完美，这不来了吗？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画面补齐好不好？好啊、嗯，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精彩花絮，你
全面上线，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的央视频号，精彩花絮敬请期待。黄金舞台，鲜活人生，100秒倒计时开始。你我难我难我八过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放飞，我都是一天你改变了我，我愿来奉献，有情长令我更心有愧。掌心都是泪，啊！灯光已尽碎，放弃它珍贵，理由已归，负了你错爱，痴迷梦永远藏于心底。观众是否被他的感染力所征服？现场的观众请投票。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弹幕，哟，强烈支持，跟你做朋友肯定很快乐吧，表现力很强，但是唱功一般，年轻真好，喜欢你舞台上完全放松的样子，抢戏抢得妙，因为有才，自嗨型，简直不要太逗，支持，强烈支持，阳光潇洒我喜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终结果，黄金大幕请升起。3、2、1，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宝箱开启。这本书适合我，来拿出来，全球最美的100个地方，继续加油，谢谢，再见，拜拜，说不定有机会在新疆相见。See you。